沉睡花园》是由乔欣、龚俊、林贤主演的爱情悬疑剧，由乔欣饰演了自媒体的博主潇潇和龚俊饰演的心理咨询师林森，在一档恋爱综艺节目中因为观念的分歧而结怨，然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女主应聘成为男主的助理，希望通过学习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增加自己公众号的专业度，而两人在一起工作的生活当中渐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，但埋伏在他们身边的危机也逐渐显现，两人在经历冲突和危机之后，最终发现其实爱情也是一种催眠，女主的热情与活力感染了男主的高冷性格，而男主也教会女主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咨询师。该作品还在制作阶段，后续如果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再另外介绍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